我们从基地回来，因为下大雨了，这场直播就播了一个小时。你们就是所关心的售后问题，我在上一个视频里已经说了，然后今天就不在基地了，给你们统一挂一波车，不要忘记喽。二斤，只有二斤的链接，直接拍就行，坏果包赔哦。这是一层，然后二斤就是两层，40到48颗，到手之后放软了再吃，不会吃可以私信我或者是问客服，最好是问客服，客服会告诉你们怎么吃怎么放，放到阴凉通风处，尽量回家先不要放冷藏里面，先放常温，然后捏到有手感之后就可以吃了。我之前在视频里也介绍过，稍微轻轻一捏就裂开了就能吃。果皮不吃就是纯甜，吃果皮就是微酸，微微酸，因为果皮是带有果胶含量比较高的，就是你们吃的时候可以吃皮也可以不吃皮，不会吃不明白的可以私信我。